大家好，欢迎你继续收睇我哋嘅超星座。2000年开始嚟啦，我最想有样嘢就系，如果当日真系可以成个香港或者系我哋嘅科技已经发达到，我哋可以有架飞船，可以由香港坐飞船飞去银河系另外一个地球入边，睇下有冇 TVB， 睇下有冇黎明去唱歌，睇下有冇刘德华，有冇其他郭富城或者周润发喺度拍紧戏。咁我相信會幾好咯。如果真係發覺喺第二個地球世界裏面同香港一樣，同呢個地球一樣，有同樣嘅人物，同樣做緊同一樣嘢嘅時候，咁我相信我好開心咯。因為我起碼可以證明到自己細嗰陣時不停聽人講銀河系之後，仲有好多好多無限咁多銀河系，而銀河系裏面亦都有好多好多嘅地球喺度。咁係咪真係有好多生物同我哋人類係做緊同一樣嘢咧？我希望當日如果可以做到嘅話，就太好啦。其实我自己都挺喜欢玩这电子游戏机的，如果真有机会我自己可以真飞越太空，好像一套电影，一套类似以前的 Star Wars 可以在太空里面飞来飞去，揸下飞船啊，射击下，见到一些不漂亮的滚石射烂它啊，或者跟一些坏蛋啊战争下，但最好没有死伤。如果真能够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空间里面，我相信比我过一个礼拜都会很刺激的。